上面啊，击球的那一瞬间的稳定度会比较稳定，它比较不会就是乱晃或乱飘。你们击球的力量不强的时候，配上低风阻的球拍，可以让你挥拍更迅速，击球更有力。这支球拍其实我在挥起来，其实会感觉到它的重量是偏往上的，很容易吃到球点，而且杀球起来会觉得很有力度。在你在杀球的时候，你不用刻意往下压，因为拍子会帮你自动把球往下带，你可以比较省力，也可以杀出质量比较好的杀球。它的球路上面，我自己还蛮适合在杀球跟平推挡。我觉得打杀球啊、切球以及高攻击性的，像跳杀，我觉得都还蛮适合的。因为这个球拍主要有一个踢头设计，那它的功能主要是抗扭，就是你在杀球在高速击到球的时候，这个球拍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扭力，那它可以让你的球拍不要产生太大的偏移。我推荐 Bony 乌缺系列1982第二代。我推荐 Bony 乌缺系列1982第二代。我推荐 Bony 乌缺系列1982第二代。